清朝康熙末年，因帝位之争引起了宗室倾轧、权贵争宠。清世宗雍正以阴谋手段爬上了皇帝的宝座，登基后他重用奸臣季羡堂。季羡堂采取高压手段来加强统治，消灭异己，杀戮任性。多少文臣武将被抄家问斩，出现了一幕幕横祸天来、生离死别、嚎啕沥血的人间悲剧。就是他，当时权势熏天的大将军季羡堂，正是许多冤案的制造者。季羡堂迫害忠臣，而且残酷暴虐，严刑峻法，大兴文字狱，导致冤案层出，又广为株连，常使无辜受害，善良遭殃。清兵包围了，您快点让小姐逃走吧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玉凤，快逃走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不，爸爸，我不走，要死就死在一起吧。不行。要是让他们的阴谋得逞，那咱们一家人的血就白流了。不，妈妈，让我和你们一起走吧。玉芳，你要不听话，你就不是我们的女儿。小姐。孩子，这是咱们家传的宝刀，报仇的希望全靠你了。
凤，玉兰呢？夫人，玉兰，玉凤的安危全靠你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您就放心吧。给我四面包围，打！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跟我进去，走走。你们从那边包围，哎，快跟着，快！拉出去！爬起来！爬起来！宿舍有人，快！没有人，拖下去。何其真不识抬举呀，他竟敢和您作对。没有什么，不为我用必为我敌嘛。嗯，我们一定要斩尽杀绝。对，要斩草除根。禀大帅，何其已送上西天，他家已经查抄，可是可是什么？他女儿跑了。饭桶连个女人都抓不到，赶快派人去追。炸！我已经派人在城里搜拿，传令四门加岗盘查，以防他们。不，你一定要亲自去追捕。炸！大人息怒。哼，请。年轻妇女要留神盘查。查。把门看好，人家还查。查。走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啊，回大人的话，我们是满意的。满意的，对。嗯。抓起来！哎，大人，我们是好人呐。走，大人，我们是好人呐，你不能抓我们呐，大人呐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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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守城门，查，查。
等一下，站住！你干什么呢？串亲戚。村里边什么人呢？我家太太。走吧。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一定要给老爷报仇。大人，我们抓住了何玉凤，他反抗，我们把他杀了。混蛋，这不是何玉凤。这
远了，连你的小师妹都打不过。起来，只要你有滴水穿石的毅力，你的武功就能练成。有些长进，可是要报仇还得练呐。大人，原有何其党羽均已检除，从重治罪了。那何一凤呢？真是岂有此理，这么多日子了，连点影子都没有。罗炳还在继续搜捕，只要他不死就跑不了啊。哼，一定要铲除这条祸根。是。说来了个大将军，归里省亲，这不是先派人验道来了。哦，来吃点。哎，不吃，不客气什么？哎，不不不，来了，这是不虚肉啊。哎，咸鸡蹭油。哎，这是您的海棠帽。不成您的留下段。官人，这是您的留下段，您尝尝。好，来了。这是炒干尖。好，官人，哎，有什么特别好的菜？哦，今天来了这么多大官，能没好菜好料吗？好菜算什么？还有比这更高的。什么？那我更要吃了。可您今天吃不到了。不过，跑台呢？有鱼吗？啊，来了。明天正午啊，就来这么大、这么大的大
活计。丁长官，小的，来来来来，这，快吃吃。记住，京都来的大活计鱼，就是吃。您嫂，我吃点吧啊，炒干净一个。来来来，可真是大将军。你瞧那气派，就这么一走一过，多威风啊！人家大将军，那谱大，就连知府、提督都得跪接跪送啊。就你们这小地方，要不是他归林省亲呢，连个影儿你们也见不到。是是，听说他保皇上登了龙位，立了大功啊。是啊，人家纪大将军，官居一品，戴三眼花翎，穿四团龙马褂。你拿来了，那是带几十万大军。您看这怎么说的呢？我紧着喊你还往上转，是你吗？我可不找个好大的胆。这是上差，是上差呀、啊！不给您上，给谁上呢？这不是三鸡汤吗？见了我一身、啊！你小子别他妈想溜！我不想溜，不想溜！饶不了你！快点！快点，你他妈的找死啊！你你哎，快点！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快点！我可真不是有意的。哎明天正午，祭贼准到，我们为民除害的机会到了。哎，那可是大条的活鲫鱼啊！师傅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就说吧。嗯，师父，我想下山去一趟。下山？嗯，好吧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。不过玉凤这个名字太危险了。哎，玉字拆开不是十三吗？你来看，你就叫十三妹吧。十三妹。下山以后常捎个信儿来，走吧。谢谢师父。公子，您慢点下。公子，我搀着你啊，不用了啊。喝茶吧，喝吧。哎，这玩意儿可真够沉的。
待会儿你摸摸，准是硬货。哎，干咱们这行的，成年六辈子，两条腿跟着四条腿跑，没出息。嗨，吃口饱饭就不错了，要想出息，宛平县缺个县太爷，你干得了吗？公子，此去淮安千里之遥，你可千万保重身体呀。我只愁老爷的事儿，谁会想到刚一上任就摊上了冤枉官司，变卖了房产。济人自有天相，公子待人忠厚必有善报啊。二位行个好，我这匹小驴跑累了，让他饮两口水吧。说得倒清楚，饮驴啊，自己拎去，给他的驴一口吧，都是赶路人嘛。连个谢字都不说，背弓挎刀的准不是善茬啊。嗯，
快把门关上。过来，过来。哎呦，真是！快快快快！不好了，出了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刚才那位大将军坐着八抬大轿，叫人抬着，过桥的时候，一个人一刀，哎呦！那鞋呀，溅出好几丈远的，吓死人了！真的，可不是吧？真有敢干的、哎。公子，看来我这病三五天是好不了了。听说济县堂被刺，趁这机会赶快赶路救老爷要紧呢啊！老爹，我。我舍不得撇下你。别这样说，你已经不是孩子了。那两个罗夫是咱们临时雇来的，叫你跟他们走，我也不放心呐。我有个亲戚叫楚一官，他是你父亲的世交，他有一身好武艺，我已经给他写好了一封信，我打算叫他送你去，咱们缺的银两呢，他也会给想办法的。儿已经为您报仇雪恨，师兄，怎么了？师妹，咱们上当了。济县堂根本没有死。没有死？他根本没坐在轿子里面，轿子里坐的是将军府的替死鬼。不，我不相信。Thank you.
人？十三妹。是何人指使？被你害死的冤魂。原来你是何启的女儿，何玉凤。说对了。哎受了伤，嗨，没事儿。师妹，来，吃点菜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吃完了再说啊。吃吧。哎，师妹，喝点酒。师兄，我就担心师父的身体，这次他病得不轻啊。是啊，他得了瘟病，烧得昏迷不醒。师妹，师妹，城里头到处贴着你的画像和抓你的告示。这一带风声太紧，你先到红柳村楚大哥家里躲一躲吧。对，你快躲躲吧。啊，师兄，你们可要照顾好师父啊。放心，你快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都给我下去。嗯。哎，大帅，十三妹的举动可谓以卵击石啊！都怪我们当初没有斩草除根。我已经指派官兵密布暗哨，把网撒开了。恐怕未必奏效吧。那我想动用一个人。怎么？你想动用那个钦犯？对，铁罗汉。大帅，让他出来不怕担风险吗？怕什么？出不出来都担风险。如果他除掉了十三妹，那就给我除掉一条祸根。万一十三妹除掉了他，也给我除掉一条祸根。这就叫以毒攻毒啊。啊，动用铁罗汉实乃上策呀。王大人请。长老，汪大人来了。这是纪大将军给你的手令。汪大人，贫僧久已不闻俗政，您这手令不是送错了地方吧？啊，真是佛法无边呐！想不到当年杀人不眨眼的铁煞神竟然回心问善了。不过慧音长老，恐怕你的尘缘还未了吧。当初为了保四皇子夺帝位，我们暗害了多少满汉大臣，亲王贝勒。可结果呢，雍正一登基，赏给我们的还不是一坛毒酒吗？可是你应该知道，当初你为什么能够脱身逃走？又是谁给你安排下这所安静的禅林，使你衣食无虑？这些你总应该清楚吧。如果你忘了救恩，那么纪大将军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而且这小小的凡宫也不是什么天外法界呀。送汪大人。汪大人请。失迎，里边请。上无正法，该。
干净敞亮，吃住方便，伺候周到，八十多年的老字号了，错不了您呐。里边请。那咱们就这儿住下吧。好好好好好，里边请。您请。您住这儿跟住家里一样，嘿嘿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没了。哎哎哎哎，公子，要是没事儿，我们哥俩到街上喝两盅去。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吃完饭，把这封信送到红柳村，交给楚壮士。现在就去？嗯。这天又黑了。是啊。事情很急，劳驾你们辛苦一趟。哎，多谢公子。谢。走。大人，刚才有一个骑驴的女人到那边去了。混蛋，为什么不早点禀报？这事儿总在瞒着我，哪能呢？哎，过来。哎，走。哎，你过来。啊，咱们哥们儿都起交情来的，心肝肺都在外头呢。那当然，谁跟谁呀？我问你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愿意。哎，你怎么说了半截又咽回去了？我是说。你想不想？想。想什么？干脆说了吧，你打算不打算发财吧？傻子才不打算呢，可是上哪儿发去？眼下就有发财道，就看你脑袋开窍不开窍了。什么道啊？我问你，咱们手里攥的什么？这手里除了钢绳也没有别的呀。别忘了钢绳的后面可还有三千两银子呢。三千两就看咱们往哪签了。那你说往哪签呢？黑风岗。黑风岗是个下手的地方。下什么手？哎，你小子少跟我兜圈子，谁心里也没刷浆糊，反正是啊，得咱们两个人拴一个套。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那咱们两个也得说清楚，谁也别亏了谁。好好好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三千两银子对半品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扯了。回月来电。哎，别忙，回早了露馅了，让那个傻公子在店里等着去吧。 哎前面有个小酒店，到那闹两盅。哎，喝两盅。公子，有什么吩咐吗？我那两个罗夫去红柳村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？哦，不要急，路还远着呢。我叫两个姑娘给您唱个小曲儿，陪陪您。嘿嘿，哦，这不用。哎，陶红来，哎，有客来了。哎，来来，公子万福，走吧，哎，走吧。哎，您找谁？我找安公子，还有两个罗夫。哦，好，您请。嗯，请。他下了整整的七天。哎，我在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哎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可疼死了！哎呀，你个臭！
婆娘，你是从哪儿蹦出来的？等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走走，这是你的吧？物归原主。此乃我祖传玉佩，小姐恩德，永世难忘。哦，快请，快请。请问小姐芳名？你不要问我，还是我来问你吧。像你这样一个世家子弟，究竟有什么紧急之事才这样孤身上路？不怕您见笑，小生因家道中落，想到河南谋职糊口。谋职糊口？你说的不错吗？不错，哦，不错，小生不会撒谎。你分明是在提防我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那两个罗夫要断送你的性命。会有这样的事？三千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说的什么呀？相信不相信我，随你自己的便吧。哎，陪公子行路的老人家好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都是赶路人吗？都是赶路人。哦，啊，原来是你呀。二位，您酒来了，菜来您了。再喝两盅，咱们该回去的了。嘀咕什么呀？家父秉公办事，认真治和，受到百姓的爱戴，这却引起了河道总督李大人的记恨。李大人把他自己的贪污和过失全都嫁祸给了家父。那为什么要到红柳村去呢？为了搭救父亲，我变卖了所有的房产，可是还缺少很多银两。哎，听说李大人之所以敢胡作非为，都是因为纪公子纪贵生来了。纪什么？纪贵生就是纪献堂的儿子。这些都是受纪献堂指使干的。我是想跟随公子那个老管家，他要是找上来朝咱们要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嘿，你怕什么？他来了给他一勺烩。哎，来喝。好，今儿晚上咱们就在这儿歇了啊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你那两个罗夫不管他们怎么说，你一定不能动身，要等我回来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我去办点急事儿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哎，驾驾，快快驾！包围那座房子！快！师傅，师傅，官兵把山包围了，要来抓十三妹，您先躲躲吧。师傅，不，走吧。不，我不走。红珠，你保护师傅，从后山走。哎，跟我来。师傅，快起来！给，师傅，快打！快！我们快走。走，从道旁走。你们要当心呐。
师傅，累坏了吧？我来背你走。不用不用，我可以走，可以走。官兵来的人太多了，我真担心你们的师兄们。师傅，快走吧，快。铁罗汉，你们逃得出官兵的包围，也逃不出我的手掌。把十三妹交出来，藏在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交出来，你休想走。不是先让你躲躲吗？你怎么又跑出来了？外面风声紧，这样出来太危险了。师兄，有件急事，你一定要把钱弄到，我有急用。你又多管闲事，要多少？
2000两。啊，2000两？嗯。要这么多干什么？师兄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了救将被季献堂杀害的人，这也是多管闲事。嗯，那就师兄帮帮我，弄到银子以后就送到悦来殿找安公子。嗯，好吧，师妹，我能弄多少就弄多少。嗯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嗯，见过吗？没有，没见过。哼，走。他们抓谁呢？听说是抓一个女强盗。哦，这个女强盗听说很厉害呀。对，朝廷正在到处缉拿她呢。哎呀，是吗？公子，别犹豫了，快走吧。楚壮士那还等着您呢，再不走天就完了。快走吧，店里刚搜查过你。把银子交给安公子了吗？安公子不在呀。这是银子，给，好不容易弄到这么多。哎，师妹，不要想别的，报仇是大事儿。小心点儿。哎，怎么走到这荒山野岭来了？这座大山呢，是四季不分，风雨无常啊。公子，咱们走的是近道，出了这个山就到了。师父的病没有治好。不，他是被人害的。师兄，有你在师父身边照应，是谁杀的？你就死的时候只说了声铁罗汉。铁罗汉？师妹也怪，让我给他借2000两银子。他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说是为了救一个落难的公子，他的父亲也是被季献堂所害。哼，王权，把他拉下。公子，公子，下来歇一会儿再走吧。走出洞再说吧。哎，把你担。
门呢？有人吗？阿弥陀佛，施主深夜到此，可是投宿？小师父，请问这儿到红柳村还有多远呢？哎呀，你走错路了，这是两股道，再向前面走就是鬼见愁了。哎哎，在那儿，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！哎哎呀，你们总算回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咱们走吧，走吧。我们这有现成的茶饭，干净的房子，几位施主就在这儿住下吧，喝杯酒暖暖身子，去去寒。哎，怎么办？咱们住着。好，你们俩不愿进就别进庙了。嗯，师父没关门，我们住着。我们也住着，我们住着。来，干。方丈，方丈啊，来火了。哦，今天就在这儿歇着吧。谁来了？倒酒啊。来吧，喝点酒解解乏呀，来喝呀。嗯嗯，施主请。贫僧不胜荣幸，公子从何处而来？京都。京都？去往何地？淮安。去淮安，而经此处，不是绕远了吗？那我们现在是去红柳村。你很难自圆其说呀。是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是马把我驮来的呀。阿弥陀佛，公子受惊了，贫僧备有粗茶淡饭。多谢了，多谢了。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快。嗯，你们站在这儿。哎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啊！
别这样，行行好吧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就等于杀了我一家三口啊！不对，哼，别这样，谁听你的？少废话，我要吃你的心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师傅，公子，公子，我让你在悦来殿等我，你为什么不守信用？悦来殿之事，小人愧悔莫及。哦，小姐。您这救命之恩，我真是……好了，你别说了，快走吧，快点，从这儿走。你在这儿等我，我不来你别走。拿着这个。哎，喝喝。方丈。啊，方丈，什么事儿？哦，听着，你慢慢喝，我去去就来。大人，你在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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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，看看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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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尹施主。你胆子不小，可你来得去不得。哼！啊！嗨！
十三妹在能仁寺，法空被他杀了。哼！十三妹，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！给你，这是救你父亲所需的银两。叫我今生今世怎样才能报答你呀？公子，为了救你生命之险我都肯冒，这几个钱何必过于看重呢？这算不了什么，黄金有价，情无价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啊？那就要等我报了仇回来。万一我回不来，那就是说，你走吧，你快走吧。
十三妹，你束手就擒吧。哎！啊！这回你立了大功了，我一定上奏京都，赦免你的罪名。哦，谢大将军，为了您，我当万死不辞。请，谢大人。十三妹正往这里押送，到时候请将军随意处置吧。嗯，我一定当众把他斩首。嗯，哎，说了你，快点，横扣。快快快！快快！好战，好战，好开！把他给我轰开！快快快！快快快！你什么头？老头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！为了你，走走走！哼！别靠边！好，把牌子挂起来，挂起来，挂起来！哎，挂挂挂！快快快！前面闪开！怎么回事？武志华诞，故而苍天降瑞，万象成祥。我等祝大将军福与天齐，寿永千秋。福与天齐，寿永千秋。诸位，请，请。Thank you.
王大人，大事不好。走。小的该死，是三妹让人劫走。什么畜生，给我注意着，跟我走。
总算如愿以偿了，师兄，让你们辛苦了。嗯，师妹，按你的心思去做吧。我的心思？去吧，到安公子那儿去吧。 去淮安的路上，可要多加小心了。